早排黄伟勤喺红馆开咗佢35周年嘅演唱会，有个网友话好唔开心，买唔到飞，我就话唔好唔开心啦，我唱俾你听。携带自己的胶袋，悭翻1蚊去为我买餸，那超市的凉皮，似是干冰咁冻。怕病食得风，打底仍是冻，就算加厚打底都感觉冻。然后去旺角街市，山边乌蝇不停飞过，那当雨的碎片跌落我的面容。门面是如新感恶，如何除去人鱼的水电稀释沾湿我面。太阳打风已使我沉入上课，冰冻雨滴把我照得更加感头痛。究竟买啲乜在你珠上，望见一冻冻肉已被像日空。鲜鸡点去蒸，白切鸡点斩一嚿嚿，烧鸡相比而蒸，成只鸡放进炉中。在旺角街市，新鲜的鸡不停飞过，使到我的秀发插着鸡的羽毛。咁大袋环保胶袋，原来沉重。若上 HKTV 舞，不需咁重。太攰，好想顶翻我寻日跌送，冰冻过后可以放入电子蒸炉中。哦，本应想顶翻寻日跌送，为咗悭保先至放入蒸锅中。哦，蒸翻的芥蓝回绝水已再不脆口，蒸翻炒蘸肉蛋，索细碎肉会变松。蒸翻的鱼架而不香脆也不肉嫩，反正的隔夜松难入口宁愿食风。